OK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九日的一个一月的封测，第二次封测，距离上次封测已经4个月。那我们今天这次体验的，好像有2个大地图，我们马上来体验看看。蓄能井养殖园，全叠可以帮我们找到这些东西是不是？Oh my god，还可以骇客？哎，呀，这些怪是？怎么运作我都没搞懂，完蛋！Oh my god！哦，哎，好，先搞清楚，右键是格挡，要跳跃，Shift 可以闪避，厌世的坠落表情。还要降多久？还这个吗？还这弹簧哎、欸！哎呦！好顺！哦，这什么？被抓进什么地方了？水墨画，在个异空间的感觉。获得新能力太极踢，啊，这上次的贝塔有这个技能。背对他能不能格挡啊？不行，一定要。OK。哎，又下去了。教练，你太严格了，教练。谢谢教练。教练你怎么？好。哦，从背面打可以比较痛哎，偷袭。这只怪怪的哦。不能这样哎！怎么只有你能打我，不能打你？好的，这游戏很多特别的机制，有用心。我先打开这个会怎样？他也可以用不同的招诶，太狠了吧！OK，这是个奖励盒吗？哦，提款机，很难，刚好格挡诶。教练，等我一下，教练不要追，不要追，我要回血，教练。对啊，你们的机制是什么？直接把我用烂嘞！感觉这游戏这样打代跑比较安全一点。哦，好险，好险！OK，Assassin，喜欢。还敢偷袭啊？还敢偷袭啊？啊？进去。现在目前不知道这么多钱有什么用、欸，可能是 Beta 现在没有什么作用。还有，你还有难度哎！好，
好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SWDW。哦，等一下，大哥，我没血了。算了，先会一会你的招。哦，你砸四下哦。可以。还有妹妹。杂讯。看来是假的。哦。没想到 demo 还有剧情诶。到后面塔好像是有点残破诶，猿人柱。哇，你的弓怎么？哥，你的弓。功能与叙述在 beta 再不开放。OK。发现它里面还有很多特别的东西，像这个人物，然后看一下哦，敌人，哦，很多都被封起来，看不到。你是王吗？NPC，一条鱼。哈哈，不能告诉你。不是不说，我大可直接把你脑壳打开读。哎，温柔一点吧。先拿你来帮我提升我的气哈。有了，气快满了，差一格，兄弟加油！好，谢谢你。我直接打那个大管了。滑进去嘞、欸，这边也是，这贝塔也太长了吧，好长，好转哦。在宝塔里面，啊，这边看起来就对了，是那个、欸、最早那个 demo 的阴招吧，终于来个王了。哦喂、欸，我没有打过他哎、欸，阴超。我靠！会了，会了。哦，这被我打烂。怎样？还可以二阶哦？二阶怎样？哇塞！新招哎、欸！
快赢了吧 ！Kill， 老朋友，下次再见了。每次都有你，这又有剧情了，是不是？喊猫，好可爱哦！就是我。他怎么抱着一个珍珠奶茶？中间不知道动画怎么停的啊？用左键去按。看来。隐藏着惊天大秘密哦！这么可爱能杀吗？不行啊！你哪时是这么温柔的人？哇，两个人年轻的时候，小时候胖不是胖。越来越期待他们的故事了，哎，感觉做得很棒。本区域试玩内容已结束，还有一个区域，哇，一个区域就让我玩了多久啊？一个半哦。